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工作时意念和自己工作的人，以及和我活下去成为可能的众生之人族，这样的思维可以避免在工作上产生轻灰之类的恶劣情绪。无论你做什么工作，首先是要学习安怎做好你的工作，但是那要不足以确保你的行为可以成为无误的安乐因，或者是让内心得到满足感，或者是成就感。如果你有菩提心的发心，那安尼任何工作，拢会变成一切有情成佛的因。因为你工作会得到薪水，所以现在跟他是录音，你也相信他是录音。但如果你是出于世俗的动机，对今生的贪执而做，无论你把工作做得多完美多顺遂，或者赚了几十亿的美金，实际上你做的工作永远不可能变成录音，颠倒不断变成苦音。其实你的工作只是得到神主的助缘，你可以得到神主的主因，是你过去借由慷慨布施他人，或者供养皈依敬三宝其他圣物等等而做下的善业。也只有借由之前所做的善业，你才会当得到工作。工作本身只是你得到神主的一项助缘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人情况是，就算因赚了几十亿的美金，全是出于为了自己，为了今生而做，所以每一件代志都变成恶业。因的整个人生也都变成恶业，造成伊恶趣的因，安尼生活是无意义、无空虚的。就算讲有人一世人一直拢真好个，后一世冇可能变成善者，代志冇可能永远不变。唯一不变的，就是痛苦。在咱解脱轮回进程，一切事物的体性拢是苦。轮回体性，就是无虾米代志是确定的，除了佛法，无虾米代志会当带来满足。轮回就参存火，真炽烈，唯一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逃出火焰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出离轮回。就连成就正觉的友情参禅佛德，也经历过了种种的困难。虽然伊已经证得了二种圆满两种正德，有一次，由于过去世一项行为的果报，有一支刺插入伊的脚六寸。如果连佛陀拢说明了这个疼痛来自过去的业，为什么咱未承受到？为什么我安尼一位平凡的友情未承受到？Thank you.
在世界各地，你都会发现有人对无在学校或者是大学里面受过教育，或者终其一生连一天都无工作过，但却是真好业，拥有足够的钱过过来世人。这显示了一般认定的成功，有钱有名望，这无需要外在的教育或者所谓的职业，连一份正规的工作也用不着，这全是取决于业。当然，咱必须经历过去的业，究竟的解决之道，除了修行，无别的选择。佛法以及净除过去的恶业，并尽可能不再做恶业，这是助他今生事业成功的根本解决方案。地甲友情比起来，咱拥有予人难以置信的自由，嘛拥有地甲友情无法度想的快乐。咱认为是问题的代志，根本无算虾米，伊只是真大的享乐。就算讲伫个林道，嘛有真侪其他的人，因个问题比你还上一百倍。上害的是因无找到坚固的修行之道，对因的苦束手无策，对未来世以及届时会发生虾米代志毫无概念，唔知影家己该往倒位去。所以身为仁德友情，咱既然拥有予人难以置信的自由，就更加必须用安尼的自由来实修佛法，发生伫咱身上的代志，正伫个结束过去世的恶业。
如果因为伊善心生受他人而失去整个事业，你也是会因此得到真多功德。就算你努力的结果无带来真多钱财，早晚你也会享受到成果。为对友情具有深广利益的计划工作时，通常障碍会升起，不是每一摆，但大多数是安尼。你必须要有真大功德，才会当提供这种成事。那无的话，友情早就非常轻易的幸福啦，未有任何友情留下金马。你过去拥有财富，受用的业已经耗尽。当你还有机会时，你无借由供养佛法经以及布施友情来做更加多善业甲财富。最近的善业只用在你自己身上，并无怀着对此事的贪婪执着，所以未变成善的。你这个功德业已经耗尽。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怀着强烈的信心修行。当你在享受善业的果报时，应该以诚挚的心、疗愈友情的心，继续用伊来做更加多善业，安尼成功将会继续落去。如果在你承办了功德的正业，并且累积真多功德了后，比如供养非常有力的僧师和上师、和友情或者和乘客，然后如果你生理失败，这是一种正业的征兆。
殿教授中讲，修有力的正业法门，比如发菩提心，可以使你免于经历到投生于恶处，并且受劫忍受极大痛苦的沉淡恶业。如果事业失败，以致你不免堕劫，经历真多沉重的苦。你会当着急结婚，结果却终其一生生活在不幸、冤家、嫁无调和之中，这无意义。应该开几年时间观察可能的结婚对象，才做决定。认识一个人，爱开时间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，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，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结果一个持咒的人啊，现在佛经来的有点告诉，有一挂贼啦，去偷摕足侪黄金，啊，因就啊走去深山啦来去逮呀，去逮，惊人掠，啊，结果有一个修行人伫个内底打坐，
啊，结果一听到那这人，啊，你是在搬什么？伊讲无啦，你这问哪一个？他不是搬石头了，搬石头了，甲骗。结果迄代人讲搬石头哦，安尼好，等以后过几日刚要来问，乌黄金子，乌黑拢变石头，安尼。啊，哪变来呢？去内底来啊，迄、那个修行人已经修啊，他的口业清净，所以贡献变什么？因就去甲跪讲，其实不是石头啦，是黄金啦。麻烦你先讲一下安尼。哦，迄种啊，黄金啊，佫等于哦，变黄金嘛。所以各位，一个人口业清净，持咒清净，说什么变什么。佛教真实语的相。所以你那个老和尚讲老尚，好，我加起你，代志都无问题啊。因为也念佛祈求一世人，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，把握这个原理啊。口业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释迦牟尼佛啊，诸有众生类在土界就供了。嘛就不一样。我们只要把佛的话念出来，因为佛经是佛所讲的，你念佛经想你念法多，因为佛的口业清净嘛。啊，所以为了这各位啊，哎，念佛上经持久，所以我们绝对嘴巴不要造恶业。所以念一下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好不好？好。还好，卖个念嘛吼。卖讲歹代志，只干那讲好代志。世间你要讲歹代志，足济啊！恁囝安怎？恁翁安怎？恁老母安怎？讲未完。你干那讲好的就好啊，讲好的你就会感恩。歹的咱忍辱，安尼嘛，忍辱回向慢慢改变。卖讲歹的，安尼你这个嘴唔知有好多有力有力，讲的好，希望你破病好起来，全好起来。啊无黄金，和你讲者变石头。因为你这个如果口业太重啊，跟你恭维都会衰啊，啊，就带给人家不好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咒语念佛力量，所以平常一定要很认真啊。明仔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灰暗的天空变得晴朗。